上一集说到东海龙宫那群人被蟒蛇精那块七情六欲石所控制，竟然众口一词诬告悟空杀死东海龙王。悟空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，他为了不想连累师父，也不想阻碍他取西经，于是唯有忍痛和师父脱离师徒的关系了。拜托你别老是胡思乱想了，哎，像我这样多用点心敲经念佛，希望能够早日成仙成佛，那么到时候就能够跟大圣爷重聚了。看来空空早就见到佛祖封他为佛了，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。空空啊，我好想你啊。哎哎，我在这儿。啊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哎，怎么只有你？你师父他们呢？是啊，在哪儿？是啊，哎，别提了，我跟我师父已经断绝了师徒关系了。啊！你怎么搞的？惹出这么多事来，就这样不完了？是啊，是啊。哎呀，大圣爷呀，你有事就说出来嘛。你是不是跟你师父有什么误会呢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们帮你去向你师父解释。不是，猪妈妈，这件事呢，说起来可话长了。玉帝呢，串通了龙宫里的人呢，说我杀死了龙王，偷了他们的月光宝盒。我怕这是会连累师父，所以就跟他断绝关系了。哎呀，太不像话了，太没天理了。是啊，没有天理。哪怕是妖精呢，也要讲义气。哎，所谓什么天理啊，还不是他们定的。没错，这不是更好吗？你现在不用做佛了，你看我们多开心啊！说真的，听说你回来，我真是高兴的，打从心底里笑。猪妈，你好好教教他吧。哎呀，恩恩呐，大圣爷被人误会这么可怜，你还这么高兴？本来就是嘛，娘，你老实说，你不高兴吗？啊，老实说啊。哎呀，你们用不着同情我了，我无所谓的，成不了佛罢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起码能跟你们在一起，不是更高兴？哎，用不着守什么清规，还可以乱来，没有人管，那才过瘾呢。以后这里呢，就可以不叫六妖庙了，改为七妖庙了。喂，看样子老朱他们应该成佛了，不知道他们习不习惯呢？哎呀，你想知道太容易了，用你那个玄光镜看看不就行了？对呀，好。啊！怎么他妈没成佛，却在那儿走来走去？你们过来吧。哦，过来。怎么了，师傅？有没有找到悟空啊？哎，怎么找啊？师兄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，谁知道滚到哪儿去了？二师兄啊，不管大师兄滚到哪儿去啊，我们都要找到他呀！我们说过，我们四个一条心嘛。是，不错。天竺这么遥远的路程，我们都可以赶来，我相信一定能够找到悟空的。嗯，我们继续找。哦。哎呀，他们是四大金刚啊！对呀。哎，四大金刚，你们怎么伤成这样啊？是啊，是谁把你们打得这么严重啊？你们在天庭啊，是数一数二的好功夫。是不是有一个很厉害的妖精？是的话，告诉我们，我们做个防备，好保护师父啊。是不是那头大蛇精啊？是的话，我们可就要溜了啊！你知道，师兄不在，我们真的不是他对手。是啊，是啊。圣僧啊，我劝你们还是别到那边去了，还是快点去取经吧。不行啊，我们一定要找到悟空，才能够去大雷音寺。嗯，说的也是，我们四个人一起启程，一定要四个人一块到的。嗯，三缺一那怎么行呢？是，对了。我们大师兄现在不知道到哪儿去了，你们有没有见到我大师兄啊？你们不用找了，他现在正在那边呢。啊，他就在前面啊！哎哎哎，是不是正跟妖精打斗呢？打什么呀？打伤我们的妖精啊，就是你们的好师兄孙悟空。啊啊！不会的，悟空他不会乱打人的。哼，你看吧，我们上去被他那只金箍棒给打伤的，劝你别再去找他了，他性情全变了。再也不是以前的齐天大圣了，他不过是一只为祸人间的妖猴罢了。是啊，他没救了。圣僧，我劝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请几位施主，可否告诉贫僧，悟空现在往哪个方向走了？嗯，准确的地点我们并不是很清楚。他打伤我们之后呢，连搬了几个跟头就飞到那边去了。哎，师父，那边妖气冲天的，师兄到那边干什么呀？是不是打妖精啊？哎，他与妖为伍，可能那股妖气是从他身上发出来的。说句实话，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的话呢，我帮不了你们；但如果你们见到他的话呢，
请你们告诉他，我们四大金刚一定不会放过他的，一定会把他抓上天庭受罚的。三位大师，我们告辞了。阿弥陀佛，我们一定要尽快找到悟空，不能让他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嗯。哎，老沙老沙，快点收拾行李吧。哦。嘿，这是个笨和尚、病和尚、疯和尚。明明就可以成佛了，偏偏要为了我这个死妖猴回头。大家讲明了断绝师徒关系的吗？偏偏要这么固执，我快把他气死了我！哎呀，大圣爷，你师父这么做全是因为爱护你呀、啊！你们好歹也做了十几年的师徒了，怎么可能说分手就真的分手呢？这么看来，圣僧岂不是比我更痴情？哎呀，我想出那么多点子来，就是不想连累他。他为什么还要自找麻烦呢？哎呀。这个摆明了嘛，他是圣僧嘛，他不进地狱谁进地狱呢？而且他向来就是慈悲为怀的，他这么做一点也不奇怪呀。到底我要怎么做怎么说他才该死心呢？这个问题不小啊。二，有办法。好，你故意呢表现的有多过分就有多过分，但是要多过分才行啊。是啊，过分的完全不像样，你师父见了就自然会死心了，你就达到目的了。完全不像样，不能，悟净，你看前面的村民那么慌张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。师父，我过去问问。好。哎，老婆老婆，你们这么匆忙上哪儿去啊？你们看起来不像是本地人呢。我们不是本地人，我们从中土到这儿来，打算到山里去找我大师兄的。别去，你们不要过去啊。为什么？我们的村子就在那里啊，你们不要过去。你的村子在那个地方，那你们为什么还要走啊？是啊是啊，不然呢，我们的村子很太平的，不知道为什么来了个大妖精，把我们弄得鸡犬不宁的。你看那大家全都收拾包袱走了。妖精他长得什么样子？很难看的，浑身的毛，整天拿着金色的棒子，他到处打人。金箍棒。有时候啊，他看你睡着了呢，还用猫逗你醒来呢，说要跟你一起飞天呢，真是不被他吓死，也会被他烦死。是大师兄啊。他还说呢，吓过我们，等他自己玩腻了以后，再一个个的把我们吃了。你说我们还能不揍吗？悟空竟然说要吃人肉。我不跟你再说下去了，等他来了那就糟了，我们走吧。走。师傅，我们还过不过去啊？啊，你还跑，还想跑啊？还跑？大师兄，大师兄啊，你真的躲在这儿当妖精啊？是啊。哎，闭嘴！谁是你大师兄啊？你还是叫我孙悟空好了。悟空，百姓口中的妖精，真的是你？嘿，这么巧啊，大师，你不是已经成佛了吗？啊！大师兄啊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哎，你快走啊，别打扰我去吃人呢啊！啊！师兄，你吃人，你不吃素了？哼，你不知道吃人那种滋味啊，又好吃又痛快，吃素多没劲呢。大王，快点追呀，村子人都跑了。啊，对了，不跟你们说了，我要赶着去吃人呢。啊！啊！悟空，你不要追了。假如你要吃人呢，就先吃了为师。吃你？你，为师也是凡人一个，跟他们根本就没有分别，你就把我抓走吧。大王，这怎么办呢？其实你用不着考虑，吃下为师的肉还可以提高你的法力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你的肉怎么好吃呢？你吃素的，一定是淡而无味。是是。啊，还有啊，我要赶着去吃人了，你别浪费我的时间在这儿穷搅和了。悟空，你一日拜我为师，终身都是我的徒弟，为师可没这么容易放弃。别傻了，我们走。我以为装成食人妖就能把他吓跑，想不到他不但不怕，还叫我把他也给吃了。你说怎么办？哎呀，喂喂喂，圣僧最痛恨人家做什么事啊！哎呀，猪妈妈，我知道就不用问你们了。不过据我所知呢，凡是不好的事情，他都不喜欢。
哎，这个大家都知道的。不过这次这么棘手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啊，有办法，万恶淫为首，干脆就用淫吧。淫淫淫，我淫你个屁呀！难道你真的要我去啪啪刺啦强奸民女啊？哎呀，不必做得这么绝的，只要呢有那么一点意思，那就行了。啊，意思意思。哎呀，娘啊，你说得清楚一点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啊，那你就演一出红杏出墙，你我。啊啊啊！不是，哎，那啊，大圣爷，你经不起色诱，还俗结婚去了。结婚？哦，哎呀，这次我知道了。喂，到哪儿去啊？哎呀，赶紧找只母猴跟他结婚呢，不然谁跟他结婚呢？哎呀，喂，狮子王啊，还找什么呀？这里已经有个现成的了。啊，找猪吗？我不会是你吧？哎呀，不是我呀，是恩恩。哎呀，我多担心娘你会跟我抢啊。傻丫头。哎呀，对呀，你们简直是金童玉女，天衣无缝。哎呀，公公啊，你放心吧，平常的我的演技已经够好了，这一次我一定使出全力来跟你结婚。来，我们先热身。为了师父呢，我也会尽全力的啊。来，换个姿势。好嘞。满身汗，喝点水去吧。好啊。师傅，哎，认识的，好，万师兄，大兄啊，你是个出家人，你怎么能成亲？你怎么乱来呀？哎呀，我说过我不是你们的师兄，更不是什么出家人，我是妖精，妖精啊，懂不懂？你不出家也用不着这么突出吧？弄得要成亲，还跟他这么委屈？是吗？哎，老实告诉你们，听好，我总算是参透爱情的伟大了。曾经有一段很真挚的爱情就在我的面前，我不懂得珍惜，不过现在不会了。我还会那么笨去打妖精吗？我已经拥有你了，所以我决定呢，今晚跟你缔结良缘，共偕连理。你好乖呀，公公。不过你说的太好了。来，宝贝，亲一个，亲两个吧。来个逼吻。师兄，我算是多情的了，但是女人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想问我怎么会娶了个这么丑的女人吧？这我知道。你想说呢？我到底在干什么是吧？我知道，我很清醒的。就是缘分这码子事呢，要来的时候怎么挡得住呢？你说是不是？起轿。为什么这么高兴的日子不请我来？啊，你也要来？当然了，你要成亲，为师就做你的证婚人；你要生孩子，为师就帮你带孩子。啊，师父，你没开玩笑吧？哎呀！大师，别那么想不开了。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一念生是万恶作。我不再是观音菩萨口中什么孙悟空了，我不过是一只万恶不赦的妖猴。你到底明不明白？为师只知道，有一个徒儿叫做孙行者，他为了我而自毁前程，我有责任把他带回正途。带什么回正途啊？你问问八戒我是什么？我是一个妖精。桐油瓶装的到底是桐油？妖精总是要害人的吗？死和尚，我警告你啊，别再跟着我，不然我就一棒打死你。我说真的啊，佛祖当初隔肉喂鹰，为了一只鹰而牺牲自己，观音大士也可以为了一个婆婆而甘心不成佛，为什么我不能为了徒儿而牺牲？和尚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要怎么样才能跟着我？我也再问你一次，你要怎么样才肯走回正道？好，只要你在日落之前爬过这座山，那我就会正道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？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你在搞什么呀？你也不知道啊。
坚定，虽然山是高了一点，但是他一定能过得去的。是啊，到时候你又要做他的徒弟了。你放心吧，他肯定办不到，你怕什么呢？哟，啊，你还记得？算你长情。哎呦，婆婆啊！谁这么可恶，把我弄下来呀？我弄的行不行？是你啊，大圣爷，你现在成了通缉犯，竟敢来捉弄我们天神，对吧？我连玉帝都敢挟持，你再查我连你也杀了。是，连你也杀了。来，废话少说了，疯婆婆，待会儿呢，你到六幺山去给我刮大风，把那儿的环境弄得要多恶劣有多恶劣，越恶劣越好。这不合规矩啊！啊，不合规矩。不合规矩。爸爸，好吧，好吧，就听你的吧，算我怕了你了。嘿，姐姐，姐妹们，走，走。哦，喂喂，嘿。悟空以为借助风婆婆就能阻止唐三藏上山，但是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奇迹出现了。师父，有办法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可以走了。啊，曹师傅，干杯！哎，谁还要？谁还要？大圣爷，我要。原来你这么能喝。哎，猪妈妈，我以前很能喝的，我打算跟了师傅之后就……哎，什么都别说了。酒之喝你不喝酒呢，比跟八仙更好玩。那就多喝几杯，来，我帮你倒酒啊。不喝了。什么事啊？哎，一个个都在这干什么呢？啊，看我带了什么人来。凤婆婆，哎呀，不是师傅出事了吗？什么事都没有，一干人等就快上到山顶了。啊！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哈，怎么办，公公？土地，土地。啊！谁拿杯子砸我呀？哎，大圣爷，又是你呀！杯子还给你。哎呀，什么都不要说了。总之呢，给我把山劈开两半，中间留一条万丈深渊，千万千万别让我师父过来啊！越过这个山头就到了，那我们走快一点吧，师傅，太阳就快下山了。嗯，不管有多辛苦，为师一定要你走回正道。师傅，什么声音啊？怎么好好的会地震呢？是，一定有妖怪作怪，快保护师傅！是，二师兄，你看看，我没眼花吧？二师兄，你没眼花，我也看到了，一定是悟空干的好事，他要为师知难而退。嚯，好深呐！这么深，师傅怎么过去啊？难道大师兄和我们的缘分已尽？啊，师傅啊，你再念什么经都没用了。为师相信，
京城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哎呀！干杯啊，各位干一杯啊，招待不周啊，各位干杯干杯啊。哎，公公啊，看来森森啊一定不会来烦你了，他一定会知难而退，你说这多好啊。嗯，哎，大人你知不知道这那个万丈深渊呐，又宽又深呐。是啊是啊，喂，你知不知道森森也是一个凡人吗？喂，你知不知道他一定过不了的。哎呀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你知道啊，圣僧那个人呢向来都很固执的，有很多时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说不定啊他真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腾云而过啊。腾云哪儿这么容易，你以为是我啊？师父你看好像有一只鹤飞过来了。担保他过不来的，打死我也不相信他会站在大门口。师兄，大师兄，我们回来了，大师兄，大师兄啊，大师兄啊，师父真的很疼你，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啊，你快点回头是岸，向师父认错，做个好人，听话啊，大师兄。悟空，为师已经在日落之前到六爻庙里来见你了。你现在可以跟为师回去了。师父，悟空知错了。虽然为师相信龙王并非你所杀，你离开为师也是为了不想连累为师，但是你所作所为实在是太鲁莽了。悟空是一时冲动，但是悟空挟持玉帝，又打伤了那么多天兵天将。所谓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你想做的，一定能够办得到。起来。师父，据说每次我有劫难的时候，观音菩萨都会出手相助的，但是偏偏这一次他没有出手，不是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呢？悟空，观音大士其实是无处不在的，只要你诚心悔改，他一定慈航普渡，明灯指引，为你消除厄运。千万不要自暴自弃，知道吗？师父，那我马上到罗家山去向观音菩萨谢罪，不管他怎么罚我，我都愿意独自承担。阿朱，啊，为了防止妖精来骚扰师父，我画好辟魔圈，有事的话带师父进去保护他。嗯。哎，红孩。哎。本座已经贵为善财童子了。哎呀，别这么讲究行不行？我叫惯了你红孩吗？我有急事要找观音大士，帮我通传一声吧。菩萨正在诵经，任何人都不能骚扰，你就在这里稍候片刻吧。那我只好等了。喂喂喂喂，你别在这儿晃来晃去行不行？你弄得我念不了经了。哎呀，我说红孩儿红孩儿，我就这么左一个时辰右一个时辰的等下去，再见不到观音菩萨的话，我就死定了。不信我是吧，我就死在你面前，我死在你面前。菩萨要你酒后必有他的玄机，你不耐烦的话可以像我这样坐着念经啊。念经？只能看不能吃。妖孽，骚包什么？干什么死肥猪，一早就来捣乱，这里是我的闺房啊。我好心啊，今天抓了一只肥蚊子，特地送给你做你的早餐的。是吗？合不合胃口啊？嘿嘿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很棒吧？太棒了。喂，这玩意儿还留着干什么？快扔了吧！师兄跟你演出戏罢了，你也当真了？什么啊？人家没法实现，幻想一下行不行啊？你呀，少做梦啊！想了半天还不是一场空。你呀，整天就想成佛，其实七情六欲之中，贪嗔痴恨爱物欲，你最少有三样，你没得救了你。那又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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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呀，你不要说我啊！说你什么？
你还不是半斤八两？你呀、啊，你干嘛对着碗说啊？你是不是想着你的嫦娥妹妹啊？凭良心说啊，你看看你啊，又被我说中了吧？你还不是照样跟圣僧去做佛、啊？我对着碗说，我对着汤碗也是这么说啊。没错，我跟以前一样那么喜欢嫦娥妹妹，海枯石烂，自制不渝。只不过呢，我现在呢，懂得更多，更成熟了，是吗？我的爱情观也升华了，啊，是吗？以前我爱一个人就要得到他，占有他，就像你对蚊子一样。哎，那这我知道，就是把它吃了。没错，把它吃了。答对了。那现在不一样了。嗯，现在我爱一个人是为他付出啊，为他牺牲啊。你这个死肥肉，你这话说得很肉麻呀！你弄得我的蜘蛛毛啊全竖起来了。你懂什么呀？这才叫做真爱呀！你学学吧，老是糊里糊涂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哪怕我将来成了佛，我还是会诚心诚意保佑嫦娥妹妹永远幸福。就算她将来嫁给吴刚那个死小子，或是其他的混小子都好，我还是会保佑她，因为我体会到真爱就是付出啊，牺牲啊。啊，四维珠，你好伟大。不过看你这德行，你是不会懂的。我还是省口气吧，你知道我肚子大，要很多气的。这头死肥猪说的呢，虽然是肉麻了一点，不过呢，他说的很对呀、啊。真爱就要付出啊，牺牲。圣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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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吵，别吵，圣僧在休息啊，不要吵啊！我是把圣僧刚还休息，圣僧，别吵了，让他多歇一会儿嘛，他很累呀、啊。哎，真是的，哎，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回真是完蛋了。怎么样？我们刚才在山下呢，见到一大批那个什么，哎，天兵天将啊，是啊，在到处巡逻，还比上次更多呢。是啊，我还看到太上老君呢，提了那个八卦丹炉，还有一个什么人呢？李靖。是啊，他捧着玲珑宝塔呀。啊，真是太奇怪了，他什么不捧，偏捧个塔呢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他们两个联手啊，悟空呢一定不是他的对手啊。啊，哎呀，糟了，空空他去了这么久，按理说他一个跟斗能翻十万八千里的，会不会出事了？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啊？解铃还须系铃人。是啊。喂，圣僧呢不让空空去龙宫，怕的是会生灵涂炭，我们不硬闯，嘿，我们暗查啊。哎，不行，现在啊，下面那些人呐、啊。通通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全变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撞邪了。万一我们被他们抓去的话，那么就……哎呀，真爱是要付出，是要牺牲的嘛。那圣僧几师徒啊，碰上了麻烦，如果我们这几个高手能够出马帮他们忙，那就是功德无量了。你们这个我们赞成啊。对呀，那上次那个肥猪呢，不是带我们去偷宝贝吗？我们全都完完整整回来了，这次小心点就行了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嗯，那这倒是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来来来，不行。那这个孙悟空走之前呢，叫我们一定要留在这里照顾圣僧啊！是是，那怎么能离开呢？不行不行的，这别怕，他们想对付的人是空空，不是圣僧啊，他们不会伤害圣僧的。哎，来来，快点快点，来走吧，白骨精，快点走啊！等什么？喂，小子，你是不是耍我？还说你眼睛就可以见到观音？我等了一整天都见不到人，你不把我通传是吧？我自己进去，不得无礼。你是存心刁难我是吧？悟空，观音大师，悟空等了很久了。悟空，你已经经历无数的劫难，怎么还没有修炼清净无为之心？你知不知道你烦躁不安、好勇斗狠的个性，已经连累了很多的天兵天将，无辜被你所伤了。我迟迟不出来。就是想考验你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路上所经历的每一件事，不分大小，都是对你的考验。悟空明白，悟空非常明白，打杀那么多天兵天将是不对的，所以我才特地来受罚。但是师父他们是没错的吗？你不用说了，我全都知道。观音大师，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过得了这个劫难呢？求你指点我们。东海龙宫的人之所以冤枉你，是因为他们被大蟒蛇精的七情六欲石所控制。啊！如果你想冲破最后这关，要先洗净自己内心的七情六欲，贪嗔痴恨爱恶欲，否则的话，
不但帮不了你师父取得真经，修成正果，反而会再入妖道，万劫不复。取胜之道在于战胜自己的七情六欲，贪嗔痴恨爱物欲之中，我没贪什么呀，我只是想着帮师父取真经，也没什么欲望啊。算来算去，我猜最难过的是恨那一关吧。你自己好好参详吧，这一关是你们师徒几个人的最后一关，也是最难过的一关，你自己好自为之。悟空明白了，悟空以后再也不会怨恨人家了，谢谢观音菩萨引导，悟空走了。观音菩萨在悟空飞走的时候长叹了一声，是不是暗示悟空将来过不了恨这一关呢？另一方面，蜘蛛精恩恩就因为真爱而冒冒然带着黑熊精、白骨精来到东海龙宫查探呢。这三条鱼的面孔太陌生了吧？哎，站住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先别走！你们三个偷偷摸摸的到龙宫里来，有何企图？哎呀，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你一定是那个大名鼎鼎的东海龙宫龟丞相啊。你怎么知道？有龟壳吗？师傅，我看看。有啊。哎，真的有龟壳，还不请人喝茶？哎，龟丞相请喝茶。哎，别客气。哎，不要客气，那我们走了。好，哎，慢着，你们想干什么？竟然敢擅闯龙宫？怪不得孙悟空说龙宫里面的人一个个全都中了邪，转了性了。喂，你从实招来啊，你喂他们吃了什么药？你们自己尝尝不就知道了。有空再说。白骨精怎么办呢？咦，就一个摊子啊，主人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中邪了。对呀。哎呦，说起来我倒是挺贪心的，我一直贪心想做神仙呀。什么都别说了，快走了。你全部具备了，白骨精，该你了。不用不用了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不要，我自己来。这块石头真的可以控制人。七情六欲石上面只出现了一个爱字，我想你一定是个痴情的妖精。到底你看上了哪一个啊？我对空空痴心一片。岂有此理，简直太荒谬了。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爱，什么叫情，他只知道怎么去破坏人家的大好情缘。是主人。正好我正在烦恼呢，没有机会接近死猴子他们，而你们又是他们的好朋友，我想他一定对你们毫无防范了，所以我要你们回去之后照我的吩咐去做。我要死猴子这次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另外说道，悟空拜别了观音之后就想飞到六妖山去见师父，想不到他飞到哪儿，哪儿就有天兵天将在等着他。你杀死龙王挟持玉帝，闯下弥天大罪，我这次是奉玉帝之命来捉拿你的，你跟我回去吧。我说了多少次了，东海龙王不是我杀的，你别再跟着我了。这要是平时的悟空啊，不打个天翻地覆才怪呢。但是悟空现在仅记住观音的教诲，于是他就很努力地压抑着心中的恨意，又不想伤害其他人，他只好一边打一边走啊。
哎呀，那死猴子到底怎么搞的？平时到菩萨那儿没一会儿就回来的，今天去了老半天了，连个鬼影都不见。哎呀，八戒八戒呀！啊，怎么了？不但是大圣也不见了，连我的恩恩呐，黑熊精、白骨精都不见很久了。是啊是啊，怪不得这么安静，一点声音都没有啊。我知道我知道，一定是天兵天将呢，抓不到大师兄，就抓恩恩他们三个去顶罪。哎呀，这啊，老师啊，你真有脑子。是吗？你满脑子的草包，你这笨蛋。天兵天将不管多糊涂都好啊，好歹是忠臣嘛，怎么会随便乱来呢？哎，被天兵天将抓了还算好，就怕他们被妖兽给抓去了。是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八戒八戒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，这几天呢，我的蜘蛛眼呢老是跳个不停的，我的蜘蛛心呢又是整天扑通扑通的跳啊。哎呀，我真的好怕呀，是不是有不祥的预兆啊？没事没事的。等等等等，还有啊啊。我们这间庙呢，平时有很多的蛇虫鼠蚁的，哇，现在突然间静下来了，安静的连我想抓只蚊子当晚餐都找不到啊。这倒是很像朱大婶，凡是超级妖精出场之前呢，通常都会这样的。哎呀，是 啊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干什么？你快点想个办法救救他们吧。哎呀，还想什么呀，顾得了左顾不了右，顾得了前又顾不了后。这我看这样吧，二师兄啊，我看呢，你还是呢跟朱大婶去找找他们吧。我当然是你了，怎么说你都是天蓬元帅嘛，你的法力最高强了，妖精见了你就怕了，当然是你了。是货啊，老师。好，朱大婶，我陪你去找。喂啊，不过老师啊，你看好师傅啊，哦，你要保护他，哦，一有动静就带着师傅进去辟魔圈。朱大婶，走。啊，好，走走。小心了，二师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着了魔的蜘蛛精、白骨精还有黑熊精已经包围着六妖庙了。他们三个曾经是惊世的大妖精啊，现在被一块七情六欲石又发出他们内心的魔性，这一次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了。另一边，悟空为了不想伤及无辜，不断地跟天兵天将玩捉迷藏，结果弄得大半夜都回不了六妖山了。妖猴，快来收绑。你们别像跟屁虫似的跟着我，行不行啊？废话少说，上！是。二师兄，怎么了？二师兄，别再说了，别再说了，关门！锁门！二师兄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二师兄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二师兄，二师兄啊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你说出去找恩恩的，怎么连朱大婶都不见了？哎呀，是啊，悟能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好恐怖啊！师傅，那个黑熊精啊，兽性大发，就像中了邪似的。刚才朱大婶被他打晕了，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那你有没有见到恩恩姑娘啊？见到了，在你后面。恩恩姑娘，啊！哎呦！哎呀！有效有效，不过二师兄啊，怎么恩恩他们的法力突然强了这么多呀？阿弥陀佛，看来他们已经入魔，入魔越深，妖法越强。哎呀，过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们想办法脱身吧。这个辟魔圈呢，有效期只有12个时辰，如果死猴子天亮都不回来，我们就会被他们分尸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想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Thank you.
我们村的先机还有你这位朋友，上次放你已经还你安逸了，想不到你还想抓我立功啊！我不能再徇私枉法了。 悟空，我劝你束手就擒吧。玉帝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你上天，有天兵天将在等你；你下地，地藏王菩萨也在等你大驾光临。你根本就无处可逃。杨戬，要不是观音菩萨叫我不鲁莽不伤人，那就什么天兵天将根本就难不倒老孙。要是以前，我早就已经杀个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你的确不再是以前蛮横无理、没有人性的妖猴了。 你也不是以前那个只顾立功不顾一切的二郎神，为什么还要缠着我不给我一条路走呢？真君，此事万万不可。杨戬，如果不把事情弄清楚，害我师父受到妖精的迫害，你忍心吗？真君三思啊。杨戬，我们上西天取经全是为了普度众生，你为什么不肯帮我呢？此事是玉帝直接下令，你绝不能徇私啊。杨戬，我这辈子只跪过我师父和观音。 悟空，你这么做有何苦呢？我老孙对天发誓，只要查明这件事情的真相，保护师父直到雷音寺，到时候就要杀妖寡，悉听尊便。天上地下有这么多的天兵天将，就算我肯帮你，喂，只要你肯帮忙，那就行了。我不必上人就能回到六幺山去了。不过要坚持旺旺用用。我？当然了，跟上次一样，我变成狗尸躲在你身上，你是哮天犬吗？谁敢阻挡你啊？是不是？ 这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，哮天犬，你就帮悟空上路吧。遵命。喂，这次麻烦你了。《西游记》下一集，结局篇，唐三藏、悟空师徒四个成仙成佛。人生关死劫轻轻松，千般色相偏看重，更不染尘凡心动。今天果靠当天种。 手中定要心里种，对天对地如我梦。龙霸照扇拨不清，念紧箍咒心情明，合指一算，扬起袈裟取我西经，凡间仙界比肩。